各位嘉宾，各位观众，良师益友，耀心声，现在开始。请大会司仪陈尚远先生。好了，各位嘉宾，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欢迎大家今日来到沙田大会堂演奏厅欣赏由辉映粤剧团主办的良师益友，耀心声。今天的演唱会呢，是阿方太梁耀心女士的歌唱。说起上来呢，她十年前举办过一次歌唱，上一次是2007年，十年后，大约十年后的今天呢，她再举办一次歌唱。梁耀心女士说，好多謝佢先生阿方先生促成咗今次嘅演唱會，我哋俾啲掌聲阿方先生好嘛？仲有咧，我哋今日嘅排頭係良師益友，點解咧？因為我哋今日嘅主角係梁耀心女士，佢邀請到佢嘅師傅陳輝雄老師參與演出，更加邀請到多位好朋友一同在台上傾力演出，所以我哋嘅台頭叫做良師益友，係咪好貼切呢？我哋今日嘅安排咗七首曲目送上俾大家欣賞嘅。第一首曲目係一首雙平喉對仗曲目《合兵破曹》，係講三國時候孔明同周瑜嘅故事。嗰度赤壁大戰之前，孔明和周瑜两人真是英雄所见略同，他们不约而同想到用火攻破曹兵的百万大军。为我们演唱这一曲，当然是我们的主角梁耀心女士，她饰演孔明。她邀请到她的老师陈辉雄老师同她合唱这一曲，陈老师饰演周瑜。而这一曲呢，我特別介紹一下，我哋有一位客席嘅音樂領導為我哋領奏呢一曲，我哋好高興、好榮幸請到歐陽庭師傅為我哋領奏呢一曲。好，請大家細心欣賞《合兵破曹》。
施展空中韬略，破敌金腰计苍天便要作龙谋谋下操神。前来探访啊他已走
二刀营前待三人进去啊。参见都督。哦，先生到来，先生请坐。教啊坐。恭谨不知大驾光临，请恕蒲并之身未能恭迎，岂为体谅啊。兼闻都督禁区不息，山人特来问候，望你早服安康啊。先生有闲了，理所不解。却恨曹兵嚣张，略加一骑黄随兵将。哦，先生快开放，可保你安康。先生爱戴，永记不忘。有次总卷过来，温番。时候都督前座，前所料啊。周郎许诈命来来有文章，此计瞒得过别人难瞒娘，已如我诈赵公瑾诈命来瞒主
笑他棋差一着，未能长破曹兵，还以将成功人，他便命赐扬。先生如何呢？望你踏遍海角天涯，誓将心约来寻吗？方都督啊，都督欲求心约字，只怕天涯海角两茫茫。啊，先生，咁岂不是武得意？诶，先生又得意，不过都督你嘛？如何？都督啊，我看出都督嘅兵源，不若同把心约，输于掌上。都督，利胆如何？如之上，先生，请。都督，请。先生，我哋书写已完，可否交换一通观看呢？好过一通观看，都督，请你啊！请。啊！火！周都督，欲破曹兵，需用火，同是英雄之见。令我偷略爆啊藏，哎呀，哎呀，我恨空眠，怕有超人智慧，真令我寝食难安。自己除妖道，小女暗藏刀，真令我仰慕先生才识嘅光。多谢你啊！一字虽能了君定，欲求全愈，且待我开方。六字若到便回春，倘若不灵安空眠。啊，怎么样？愿担成罪作。在此，请都督一看。大王一官，欲破曹兵，需用火攻。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哎呦，好好好！
我念到隆冬何处有啊东风，哎呀呀，不敢颓然若霜啊。洞房失礼失礼，山人陈集此度啊。哦，令我无限惊讶，他熟习顿叻夹马蹄门，才智居啊之上。先生能呼风唤雨，恭谨敬啊仰，飞呀啊上。请到督哥。化作我牵马骑，斩将。好啊！你将东风借万分理想。能助我火攻借帮忙，能理苦为敌胆。先生，他日破曹，你攻举手。啊！一念到生灵涂炭。我最难啊当，望督督助我成功，珍重一声弥补伤，山人交去了。先生，请请。笑泪藏刀何良浅，且看我安妮苦月犯惊伤啊。
我之兔死狗烹，你休怪我周郎无量。待定力把东风借取，然后鸟尽弓藏，摊台下满布伏兵，无将你得为玉将。我细随之心腹大患，大丈夫仍有狠毒心马枪。反正经常压